茶是世界上三大天然饮料里面饮用人数最多的一种。三大天然饮料呢，就是茶、咖啡和 COCO。 茶所以能够为亿万人所接受，首先是它能够满足人们生活上的需要。但是随着饮用时间的长久，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人类文明的提高，茶和饮茶逐渐就形成一种文化现象，形成一种人类文明的表现。人们对于茶生活上的物质上的需要和精神上文化上的需要，两者逐步的和谐在一起，就融铸出一种意趣、一种性情、一种韵味，而逐步形成了茶文化。在茶文化形成过程中，最活跃起了升华作用的是文人，所以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就是中国文人与茶。中国的文人对于茶有一种偏爱，这种偏爱呢，可以说是兴于唐而盛于宋。在唐宋文人看来，品茶赏茗是生活里面的一件乐趣。我们今天饮茶，是在吃过早点之后泡上一杯。广东人呢，就索性在把早点和喝茶融合在一起，叫做吃早茶。但是在唐宋文人那里，那是不分早晨和晚上都要喝茶。白居易的诗里面讲：“檐前新叶复残花，席上余杯对早茶。”这是早晨在喝茶，但是还不够，晚间还要喝。所以他诗里面讲：“新秋松影下，半夜钟声后，轻饮不易昏，聊讲茶代酒。”以茶代酒是要在夜半听钟声，赏轻饮，还要品茶香。所以他在《题诗山人野居》这首诗里面就把这种雅趣讲出来了。他说：“春泥央道暖，夜火陪茶香。”宋代文人苏轼就更是一面写文章，一面品茶，甚至在寺院里面批阅试卷也是茶不离口。文人们要品茶，这就需要好茶，这样才能品出茶香。对于名茶，唐宋的文人在品赏之后情不自禁地要写诗赞美。像白居易，他的诗里面讲：“茶香飘紫笋，快驴落红林。”唐代诗人郑谷诗里面讲：“茶香紫笋露，周回白屏风。”这都是在赞美唐代的有名的茶固渚紫笋。固渚紫笋这种茶呢，到今天也还有。
宋代文人苏轼诗里面讲的猛融出没细珠落，旋转绕鸥飞雪轻，和宋代文人文与可诗里面说的殊途茶称盛，蒙山未独真，又是在品赏和赞美当时的名茶蒙山茶。蒙山茶今天也有。白居易呢对于茶就更融进了自己的一番情意。他在有名的《秦茶诗》里面说，自泡观后春多醉，不读书来老更闲，秦里之文为露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穷通行止长相伴，谁道五斤无往还。蒙山茶成了和他长相伴的故旧，可见偏爱之深。唐宋文人对于茶在品赏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程式，一套程序，有许多讲究。这套程式和程序呢，首先就是制茶。因为唐宋的茶不是制成散茶，而是制成团饼形的茶，而饼茶呢多以蒸膏釉其面，就是在团饼形茶的表面上要涂上一层油，便于存放，到饮用的时候就要在火上烤掉这层油。这就是制茶。制茶有四个特点，第一，要用一种特制的火炉来烤，这种火炉呢或者叫红泥小火炉，泥做的，或者是铜铁制成的三足鼎式炉，而燃料要用炭。第二个特点是要用一种小特制的小竹夹子把茶饼夹住，放在火上来烤。第三个特点是这种火要用文火，所谓茶需缓火制，而且火力呢要均匀，快速翻转这个茶饼，待到呢茶饼的表面烤出了一个一个的小疙瘩之后，要去火五寸，离开这个火苗五寸远，再继续烤，只烤到茶饼发出香味为止，那么就算烤好了。那么所以第四个特点呢，就是烤好的茶饼要趁热放在纸袋子里面，这种纸袋子呢是用藤纸做成的，是双层的，使茶的精锐之气啊无所散越，那么晾凉之后呢就可以碾了。这是第一道程式，制茶。那么接下来第二道就是碾茶，先把茶饼用干净的纸很紧的裹起来，用锤把它锤碎，锤碎之后就要放在茶碾子里面来碾。这个茶碾子有银制的，有铜制的，而更多的呢是石制的，石头做的。它的形制，它的形状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碾槽，一部分是碾轮。碾槽呢要长而深，上面宽下面窄，碾轮呢要圆而薄，两边呢有手柄，类似我们今天中药铺里面的药碾子。所以在唐宋诗词里面有不少对碾茶的技术，像山童碾破团圆月，山里的童子啊碾破的就是一个圆饼形的茶，像一个月。
再有失碾破新绿，失碾子把新的绿茶碾碎了，失碾清妃色色沉，这都是写的碾茶。碾茶之后，那就是罗茶，都过罗。罗的底是越细越好，过出来的罗呢就越细。陕西法门寺出土的茶罗是鎏金的，金属做的，外面包金，长方形，底下呢上面有盖，里面有个抽屉，碾过之后的茶呢从篦子里面漏到抽屉里面，拉出来呢可以饮用了。罗过的茶呢是很细的，唐宋呢讲究是自碾自罗，这在文人里面很流行，从中得到一种乐趣。所以唐宋文人，像宋代的周必大的诗里面讲，敢向这罗凭碧玉，待君回碾是非尘。黄庭坚的词里面讲，凤舞团团柄，恨分破教孤零，金躯体尽，支轮蔓年，玉尘光盈。这都是讲的碾茶和罗茶。唐宋文人由于对茶很喜欢，很偏爱，那么对于饮茶的工具，茶碾子、茶罗也很讲究。像陆游的诗里面提到了，吴枕初回梦蝶床，红丝小卫破其腔。这个红丝小卫的卫就是碾子，也就是说用山东宜都出产的红丝石做的小茶碾子。那应该说呢，这种碾子在当时是很有特色的。这是碾茶和罗茶。罗茶之后呢就要煎水，煎水讲究汤厚，汤嘛在古汉语里面是开水的意思，汤厚呢就是水开的火候。汤厚如何，这要看两条，第一是看水开的时候水泡的大小多少，第二是水开的时候的声响。所以陆羽在茶经里面讲到这个煎水，在水开了之后呢，他用了一个名词叫做三沸之汤。对于三沸之汤，茶经里面是这样记述的，他说七沸如榆木微有声为一沸，圆变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也就是说水刚刚开的时候有榆木大小的气泡泛出来，有轻微的声响，这是第一次沸腾。沿着煎茶的茶具，一般是茶釜的边缘，像涌泉那样连珠不断地往上冒泡，这是第二次沸腾。水面整个沸腾起来了，就像波浪翻腾那样，这是第三次沸腾。那么对这第三沸的水呢，陆羽说水老不可食，这个水呢已经煮得太老了，不能用来泡茶喝了。可见唐宋文人呢饮茶很讲究。唐代诗人温庭筠在他的采茶录里面也讲了和陆羽茶经里面记述的相似的体验。对于煎水或者说汤厚，唐宋的文人有许多技术，
像白居易的诗里面说：“汤天少水煎鱼眼，莫下渠沉香，花浮鱼眼沸。”李群玉的诗里面讲：“贪生起鱼眼，满顶飘青霞。”都是讲的鱼目沸，也就是第一次沸腾。而皮日休《诗记》里面说的“香泉一河乳，兼作连珠沸”，那么这是陆羽所说的第二沸。到了宋代，因为不是用敞口的釜来煎水，而往往呢是用长径的瓶子来煎水，长脖子的瓶。那么这样煎水呢，目测就不容易看清楚，所以主要就靠耳朵来听。南宋文人罗大经在他的《鹤林玉露》里面就记述了他的一个朋友叫李南金的监察经验。罗大经呢概括为这个经验概括为备二设三，也就是说在第二次沸腾之后，刚刚到第三次沸腾的时候，这水就算煎好了，去监察。在宋代，这个备二设三主要要靠耳朵来听。唐宋文人对于这个二沸和三沸的水煎水呀，记咏很多。像唐人刘禹锡诗里面说的：“骤雨松风入鼎来。”骤雨松风进到茶鼎里来。苏轼诗里面说的：“谢言已过鱼眼声，嗖嗖欲作松风鸣。”还有：“雪如已翻尖触角，松风呼作谢石声。”这都是指的二沸到三沸之间的这个水。而黄庭坚的诗句里面所说的：“曲集蒲团听煮汤，兼程车声绕羊肠。”那么就更是黄庭坚坐在蒲团之上，倚在几案之旁，听瓶子里面的开水，就像车走在羊肠小道上一样，咕噜咕噜的响。所以我们从这儿呢能够看到，宋代文人在品茶之前就先要听汤。汤煎好了之后，待到茶和水交融在一起了，那么就要泛出了泡沫。这个泡沫呢当时被称作叫汤花。这时候就要向茶盏里面分茶了。分茶之妙呢，就妙在分这个汤花。汤花呢，被分为三种，一种就叫花，第二种被称作末，第三种被称作波。这三种的区别在于，被称作花的是细而轻，末呢是薄而密，而这个薄呢是厚而绵，以后者的味道是最好。把茶汤和汤花分在茶盏里面，嫩绿淡黄的茶汤在下面，米白似雪的汤花漂浮在上面，这很给人以赏心悦目的一种快感。所以刘禹锡有一首诗，他讲：“
今宵更有湘江月，照出霏霏满碗花，就很写出了分叉之后那一番清雅令人沉迷的境界。分叉的技艺呢有高低，高手分叉是一种艺术表演。宋代文人杨万里在寺庙里面看一个老僧人叫做显上人在那里分叉，看过之后呢写了一首诗，他这首诗是这样写的：分叉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叉巧，蒸水老禅怒拳手。这是指显上人是怒拳分叉的老手。龙兴元春新玉藻，龙兴呢是宋孝宗的年号，玉藻是分叉的工具。在龙兴年间的新春用新的玉藻来分叉，二者相遭兔欧面，怪怪奇奇真善幻。茶和玉藻两者呢在兔欧，兔欧呢就是兔毫那样的欧，也就是说这个器皿呢里面是有黑灰色的像兔子毛似的，那么镶造在这个碗里面，怪怪奇奇真善幻，分如白絮行太空，影落寒江能万变，银瓶手下人靠高，煮汤坐字是飘摇。显上人拿的这个银瓶啊，头朝下，底儿朝上，在这里呢煮这个汤，往碗里煮汤，煮茶汤，就像写字那样的潇洒。下面又讲：不须更是屋漏法，只问此瓶当想答。屋漏法是一种书写方法，它的竖画呢行笔不能一泻而下，就像房子漏了，漏了雨一样蜿蜒下注。那么不必再学屋漏法，只看想上人分茶这个动作就给你一个响亮的回答，什么叫做屋漏法，就像写字一样。所以这个地方的分茶呢就很像艺术家的表演，不仅仅是在饮茶在品茶，而且是在细茶了，用北京人的话讲就是玩茶了。所以陆游在他的《临安春雨初霁》这首诗里面讲：晴窗细如细分茶，分茶是一种游戏。唐宋以至于元明文人赏茶还有一种嗜好，就是要斗茶，文人之间彼此来斗茶。那么新的茶收下来以后就要千团书太官，白饼悬丝斗。当时的好茶一是进送到官府，一个呢是自己留下来斗茶用。斗茶最盛的地方是福建，所以过去讲呢建人以斗茶为名战，斗茶的各方要自己动手，从碾到螺到煎，标准呢一个是茶面汤花色泽和均匀的程度，第二呢是看汤花散退以后一个散退的快慢和散退以后啊汤花表面和杯盏接触的地方留下这个痕迹的情况。那么汤花散退以后汤花表面和杯盏接触地方留下这个痕迹叫什么呢，叫做水饺。汤花散退快的水饺就先显露出来了，那就是输家。所以宋代的蔡襄讲斗茶是其面色鲜白，
凿斩为水无水痕为绝佳，建安斗室以水痕先者为富，耐久者为胜。所谓沙溪北苑墙分别，水角一线争谁先，两种茶也一定要分别看水角这一条线谁先落下，谁就是输家。两个人斗茶，决胜负不止一盘，三盘两胜为胜。那么斗茶呢，最后还要品茶，色香味俱佳才是胜者。上面讲这些主要是唐宋文人饮茶的习惯，它的每一个细节无不讲求精要和独到，这正体现出了中国人的细心和看重生活之处。我们上面讲的文人饮茶的这个习俗，从唐宋延续到元明，大约是在明代末年，由于中国社会政治的动荡，沿海经济的发达，东南地区文明的发展和变化，这样呢，饮茶的这一套讲究逐渐式微。而到了清代乃至于今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只剩下了对茶叶本身高下的品评。但是在人们品茗之中所体味到的茶，从苦到甘，甘甜，再到淡，这三步很象征了人生的三个阶段。所以人生如饮茶，人生三道茶的说法就很具有哲理。我常常想，中国人尤其是文人所以能够接受茶，并且融进了自己的情趣，乃至于形成中国的茶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茶适应了中国文人性格里面很淡很淡的那一面，也就是说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里面的淡泊和宁静。而这个正是中国人性格里面最深邃最冷静因而也最具有应变能力之处。